好，首先我们收到一箱喷漆，打开看一下，会有几张贴纸，两个粗的喷头，两个细的黑色的细喷，然后一双手套，以及六支颜色的喷漆，这是四支粉色色阶的，然后一支黑色以及一支黄色，这就是我们全部会收到的装备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上墙吧。